哦哦，我打不开，打不开了。好，你找姐姐，去找姐姐了。硬要作死，硬要进去。能不能再出去啊？哎，可以耶，可以出去耶。那要再进去吧。问问南瓜这是哪里好了？南瓜，南瓜。You look trouble, miss. 啊，你看起来很糟呢，怎么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看起来很犹豫，我还犹豫呢，这样不好啊，女孩。你不该怀疑你，这是你的时候去往前了。你在空山峡，南瓜。没，别在意啊，只是一个老南瓜的喃喃自语。哥们，喜憨儿，我要走了，我不要跟喜憨南瓜讲话。喜憨儿才跟南瓜讲话呢，是什么？靠，看起来像个马戏团的那个耶。Yeah. 我要走了，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好，这边没东西，出去找姐姐咯。哎哎，不能走，为什么？哎，不让我上楼，为什么？啊，难道有这层有东西没有解完吗？不能走哎。啊，那这边要解完才能走、哦，好吧，试试看吧。哎、欸，有声音耶，我在都在敲哎。啊，从这里来，从这里来的。看到没有，台北福尔摩斯绝对浪不虚名，这是中空的，挖开。撕掉那个壁纸。啊哈！开了门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宕机了 ！What？ 等，打开那个地图就宕机。他不会是哪里有问题吧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没有，他是跳作物讯息啦，说缺少了某个地图这样子。看一下，我刚最后一个存档在哪里？第一个存档 ，OK。哎，要先调查完才会听到声音哦。哦，对，真的声音从右边来的。
然后左边也要调查一下。对，而且一个从左边来，一个从右边来的声音靠合。现在问题是我要怎么办？那如果不撕行吗？那不可能啊，一定还是会撕吧？那正常有脑的人还是会把它撕下来吧？可是，一进去就荡。难道作者没有做地图吗？不可能啊，这更白痴，没有做地图是更白痴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我、哦、靠，刚刚是 bug， 刚刚真的 bug。哎，这里面怎么大？哎，姐姐 ，Harpy， 你还好吗 ？Why? Of course I am。你在说什么？当然还好啊。姐姐，你都印堂发黑了，不要再撑了。怎么了？你受伤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可是你看起来不是没事啊，来，我来帮你 ，Harpy， 你站得起来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没事啦。可是我只是想帮你，走开啦！啊，我自己来。第一个，不管怎么样，帮他就对了。第二个，不要帮他，不要扶他啊，不是，不要帮他。第一个，无论如何都要帮他。第二个，不要扶他。好，一一一二，他哪个会作死哦？伊娃，我觉得人家叫你不要帮，我觉得还是帮他好了。好了，帮他，帮他。我不能放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帮你。不，走开！哎呀，你还好吧？你到底有没有受伤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要你的帮忙。可是我，啊，而且你又跑哪去了、啊？我去当了一趟柯南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乱走的、啊。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话呢？不是我，不要不是了啊！你老是一个人乱跑，每次来到这里之后就一个人乱跑。啊，你知不知道那样害我什么样的感觉呢？那个姐姐那么生气干什么啦？我对不起哈佩，不，我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这么做了，对不起。你上次也这么说啊？算了，没事，你安全就好啊。你看起来不好，状况不好呢。嗯，我没事，别担心我。我明白了。哦，不，等等哦，我不是说没事啦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阿佩，我好了，我们走吧，已经有点晚了，我们要快一点。哦，好，但是在我们走之前，有件事我要问你，什么？啊，我想牵着你的手，确保你不会走丢呢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今天怎么那么多选项给大家玩？来，第一个让姐姐牵。第二个，不要让姐姐牵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姐姐牵着我们的手吧。Yes， 当然啦，谢谢你。嗯，怎么了？嗯，怎么了吗？我不知道在说什么啊。还好吧？哦。哎，可能你只是累了吧，姐姐，不要什么事情就只能每日都想让我选，我累了这件事带过去好吗？来，去我的房间吧，那我们可以在那儿啊休息一下，
我们必须要赶快一点。你房间啊？你刚不是说我客房？对啊，你看起来累了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。我，而且啊，我还会帮你啊，我还会帮你梳梳头发。等我们到了那边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的头发，我记得那是一个很漂亮的颜色。好了，总之我们走吧。啊，按住 A 啊，可以跟他进行对话。啊，有什么事吗 ，Harpy？ 啊，你一直在看着我。哦，抱歉，我只是很高兴我们终于在一起了，就这样。抱歉，我好像打扰到你了。没有啦，没关系 ，Harpy。你有时候就太紧张了，那别担心。你是对的，谢谢你。哎，这有什么东西 ？As if forgotten in time, the chess pieces lay on the checkboard。哦，就是那个西洋棋啦，掉在上面，然后被刺穿了。他房间在哪？我不知道房间哪，上面那个吗？啊，不对，房间在上面。去房间咯，去房间咯。换女主角从来不觉得他们房子里面这么破烂很诡异吗？看，小姐，你的房间看起来不是很适合住人呢。楼下那间不是比较好吗？啊，这幅画掉在地上。这边有好多奇怪的画呢，他们在这里很久了，我也不是很熟，是吗？我觉得你的房间看起来一点都不适合住人，有好多的垃圾呢。你讲话有点礼貌好不好？你到人家房间睡觉，你好歹说一句，哎，有好多充满古风古味的东西耶，有好多看起来有年代的东西。什么叫做见人家的房间说有房间有好多垃圾？你有点礼貌好不好？主角，你有点礼貌好吗？哦，对啊，我记得这间房间啊已经很久没用了啊，所以就有点乱乱的。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乱乱的程度了。好啦，我会注意的。抱歉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快点。之前这里没有这个啊。等等 ，Harpy 啊，我帮你。没关系，我行。我记得这个房间，那、我喜欢自己放回来。可是，好啦，让我自己弄啊，不会花很久的。你这是拆房子吧？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在位置上呢？你还好吧？我很好，我很好。我觉得那个大姐有点躁郁症吧。第一个帮她，第二个不帮她。来，各位，快，又是愉快的选项时间了。哇，这片好多愉快的作死时间。大家心都是还好，大家都还是想要帮他，来帮他，来，我帮你。你管好你自己吧。喂，应该不是管好姐姐，你随便你啦，应该说随便你。姐姐，卡住了。姐姐，我把椅子推着卡住了。姐姐，你的椅子卡住了。所以你需要的帮忙吗？不需要。还好吗？还好。有两个娃娃站在一起，一个头已经被打爆了。姐姐，椅子卡住了。姐姐，卡住了！救命啊，姐姐！
啊，对对，帮我帮我，姐姐帮我。啊，来。哦，都搞定了，姐姐超强，姐姐还是得靠你，哦，姐姐干得好。看到没？我就说我自己来嘛。一，我担心你太危险了，好，我只是担心你。阿佩，我只是担心你嘛，你可能会受伤，是而这样而已吗？什么意思？嗯，没事，我不想知道。等等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哼哼，没事，我在跟我自己讲话。好啦，来吧，你累了。阿佩，嗯，没事。为什么你们很喜欢叫人家名字之后有一句没事？你烦不烦？走吧。没有啊，同一个地方啊，只是应该后面走过来就变这样子而已吧。对啊，你看这边就是走过来那边啊，可能他房子真的很大吧。哎，又卡住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交给姐姐了。姐姐是台姐是仓库翻的高手，仓库小女王。不对，姐姐，你是不是上锁？姐姐，你是不是上锁？我刚刚听到了，你偷上锁哦。来，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我第一个休息，二不休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多愉悦的选项。一休息，二不休息。还是要休息是不是？好，休息吧。啊，好吧。等一下，不是来睡觉吗？你们就还是来坐这边呢、啊？哈佩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可能想要点什么？啊，有的字幕会自己跳。我没事，还好，就是我还好，不用的意思。可能又要问他要不要喝茶了吧？我只是担心。啊，可怜的女孩，我告诉过你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啊，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，我会在这里陪着你。不是啦，哈佩，我担心你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好奇怪，好像不是一开始我见到的那个哈佩。我不懂。抱歉，我做错什么事了吗？我。我有做错什么事吗？一有，二没有。好了，我这个不要问了啦。有，你变得很有攻击性，你很呛。嗯，我知道你很担心我，可是有的时候你实在很……完了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啊，你是对的，我好像有点太凶了，不是那样的。啊，你真的很温柔呢。啊，我相信你应该休息够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不，等等。来，别待在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快点，我们快来不及了。我们差不多快到咯，那你马上就可以休息了啊。那我们刚刚不是在休息哦，那我们刚刚在干嘛？我们走吧。啊，有一个信封躺在这里，然后被粘起来了。哎，这边都不能存档哎。有一本大书，记忆就是礼物啊。Jack， 他是我们就是一个爱的一个代表。很引人深思，对吧？我觉得好伤心呢。为什么？啊，如果说记忆真的是啊，我们所爱啊、所珍惜的东西，而且消失了，啊，我觉得记忆应该更胜于说只是记得一些事件。
你会这么说，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记忆吧。不过对我来说，我的记忆倒不是那么，倒不是全部都是那么开心的，那也不是那么值得骄傲的。对，他不见得就全部都会想要记起来，但是，你对我的记忆是不好的吗？不是啦，当然不是。对你来说，对我来说，你是我在这里的理由。我站在你的旁边，我对于你的记忆是我无可取代的东西，他们就是我的一切。Carpet， 总之我们走吧。我觉得目前来看，刚刚那个弗雷塔也说我们是他的一切，所以看起来的话，目前来看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看医生游戏的几率蛮高的。对，我觉得看医生游戏的几率还蛮高的，也不是不好啦，就嗯。靠，还有电梯哦。好啦，我们到了，应该不会花很久呢。走吧，来坐一坐。你们连电梯里面也要坐？我靠！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电梯也要坐着，看你们烦不烦呢？你们，看你们的电梯到底有多大要坐啊？终于，啊，我已经等到这个时候等了好久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啊！我也开始累了，我也是，好可怜的啊！你应该经历了这么多，来到这边之后就会没事了。You'll finally be able， 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，或者是好好睡一下了。嗯，我觉得我好像这几天都没睡了，对吧？至于这样的话，我会确保啊 ，pampers you must you don't like。pamper 什么意思 ？Yes, I'm glad you prepare you. 哦，就是说他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啊。I'm glad you prepare you a warm cup。我会帮你准备一个什么 chamomile tea， 好像是那个什么吧，好像是那个我忘记那叫什么茶，我有看过。对，就是说我记得那是你的最爱，不知道一个什么茶。没有啊，我喜欢喝珍珠奶茶。啊，我也想要帮你梳梳你的长发，如果你允许的话。它是那么的 delicate， 就是纤细啊，又很容易破掉啊。就是还要帮我梳头发，我没那么注意啦，没关系，女孩，你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啊，我会帮你照顾你的，我会确认你的平安，那、啊、不会让你受伤，嗯。我永远站在你那边，我永远都 Carpet， 来，我们快到咯。欸，这上面的人好像我，你不觉得吗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冷静。哇，电梯掉下去啦。怎么了 ，Harpy， 你还好吧 ？Harpy， 回答我，我没事。但凡这样电梯这样掉下去，你们还没摔死，根本是超人吧？我觉得你应该也没事，你没受伤吧？我完全没事。你呢？你还好吧？可以站得起来吗？我还好。来，我来帮你站起来。啊，哎，抓他的手，不抓他的手，好了，这种时候还是好心一点，抓他手啦。谢谢你 ，Harpy。我们也站起来了。啊，我是说用腿站起来了啊。你确定你没事？嗯，我没事。我们这是哪里呀？Harpy。喂，像我们至少有两个人比较安全，我们有两个，不怕，我们有两个。阿佩，我们这是哪里？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，我会找到方法的。
完蛋了，关不起来了，坏掉了！快点，快按紧急通话，你会有工友贝贝来救你。哈佩，我一定会让我们逃出去的，我会来负责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慢来，小姐，你去按，你去按按钮，不要敲，不要敲你。哈佩，住手！我突然想到了，他这个举动不就跟弗雷塔那时候去打那个树一样吗？门关不上，哈佩啊！第一个 appeal to 哈佩，行动一下，好了，安慰他好了，没事的，放心啊，我们只要继续走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I won't leave us anywhere. 我不会带我们，他不会带我们到哪去的。没有路可以出去。你为什么那么说嘛？总之让我们待在这里吧。啊，总之闲逛不会有好事的。我靠，姐姐终于说对了一句人话。我也觉得，我也从来都觉得在这种恐怖的地方闲逛不会有好事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只待在这里呀。这是命令。好吧，他都下令咒了。哈佩，我不能待在这里等。不行，可是你会。不，哈佩，抱歉了，但我不行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一个人走出去？这是哪里？回来！啊，你不准离开我，不要丢我一个人。我不行。你为什么不要来？你要去哪？哈佩，快快回来陪我！哈佩，跟我来，我必须，哈佩。不想再进去了，姐姐，这边好诡异哦。得到一把剑哦，不是，这是一把黄色的长笛。黄色的长笛，你要吹吹看吗？好啊，吹啊。那写什么二吗？哦，得到了红色的长笛，我来吹吹看。看这什么鬼东西啊！这边有三吗？等一下，这边有三吗？刚刚电梯出来是倒过来的一，然后这边有三吗？哪里？哪里有三？那边有三啊！你们哪里看到有三的？随便啊，
真的有三吗？我再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有三有三。这里要有四才对啊！都照你们的解释，这边应该有个四啊，我没看到四啊。这应该有五啊。把它插进去。第一只是哪一只？第一只是黄的，对不对？第一个。然后，然后我们第二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来着？第二个是，干，第二个什么颜色？第一个是黄，第三个是黑的嘛，第二个应该是红的嘛。啊，音乐是噔噔噔噔哎。啊，会不会跟背景音乐一样啊？噔噔噔噔，先照它顺序好了。蓝，先不要管音乐，先照顺序插好了。哎，不对，这照顺序是不对耶。照那个顺序是不对的。照那个顺序不对，得得得得。听一下，这是第一个音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最后一个才是黑色，我们最后才是拿黑色，不是吗？我怎么觉得听起来都一样啊？对不起，我问一下，这个笛子声音真的有差吗？啊，有哎，有哎。出来！就不发，我听不出来，完蛋了！救命啊！
算了，让你们听好了，我再来给你们听一下黑色的，我觉得好像都一样，只有黄色的好像不一样，其他我觉得三个都一样，怎么办？这是黑的，蓝的，红的，红的是一，对不对？黄的，你们答案可不可以统一一点啊？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了，红、黑、黄、蓝。好，我相信你们。哦，红黑答案出现两次，看起来比较有可能。不是啊，你万一观众是聋子怎么办？你们跟你讲，各位，我要再讲一次，做一个解谜恐怖游戏或是解谜游戏，你们要考虑到观众有各种可能的身体残疾缺陷，你们不能去歧视今天耳朵不好。万一今天他这个聋子，他想享受游戏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一个聋子也是有享受游戏的权利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在此宣布，以后不准再给我做这种解谜，气死我了。应该是背景音啊，对啊，我知道是啊，但那不是重点啊。哎呀，现在应该有红黑黄蓝，应该是对的，我试一下。红黑黄蓝啊，应该是吧，都有三个人这么说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有有不一样了，有有有啊，有没有台北解谜小王子？有没有？我可以去找 Harpy 了啊、哦哦、要回去找他了啊、哦，不需要来找我哦。哎、欸，哈培自己来了，你看吧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要让一个人长大，要教育他们，就是你甩下他们，他们就会自动跟到你们的后面来，是不是？不是一味的帮助才是帮助他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走得远远的，他就跟上来。我们让哈培今天迈出了自己的步伐，走到了这个地方，克服了他心中的恐惧，哈培就获得了成长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用心良苦啊，哈培。所以姐姐，你成长了对吧？不是，我是让你成长啊，姐姐，我是让你成长，你为什么生气呢？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呢？我还以为我告诉你过要不要离开我，哈佩，我你为什么离开我？我让你成长啊，姐姐，你看你是不是很努力的一个人长得过来吗 ？Why are you here？ 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回我，我只是，为什么我对你做了这么多，哈佩，告诉我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我啊，这是我说过的吗？不是，哈佩，不是，那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躲我呢？别过来，姐姐，不要过来！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？哈佩，你求求你别！啊，要摔呀摔下去！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哈佩，不要！啊？我就对你来说这么不重要吗？嗯？不，我就对你这么不重要吗？不要！那我又是什么？我对你来讲算什么呢？
你是我的朋友，我只是想帮你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不是，我敢，他不领情，糟了，朋友这招不领情。这不是你的角色。糟糕，我糟糕，我以为相信我之术有用的啊。That is not your role， 这不是你的角色。他吃了一巴掌，靠，好痛啊！脸上还有痕迹，我结结实实吃了一巴掌。亚贝，朋友这招不行。好啦，其实严格讲，女主角是也有一点不对啦。确实是也有点不太对了。